同学们又整下了啊，安排来个海螺。哇，这海螺太肥了吧。来个黄，马上中秋节了，是不是该给老张送礼了？送没送啊？送领导啊。哎呀，这一年忙碌一年马上就过去了，继续弄，刚刚就是干个苦胆啊。这剩下都是精华。过瘾啊。又是美好一天啊，又是满满的一锅，咱们起油烧锅。放点老干妈啊，有条件的来点老干妈，这玩意老得这个。八爪鱼，吃咱就吃最新鲜的，朋友们。皮皮虾，大海螺，大海肚，猫眼螺，这个虾怎么样？下锅不？来点酱油，来点香豆，再来点料酒啊，很简单的，兄弟们啊。小丽得得就这样炒啊，咱们再来点生命的羊肉串，加点火啊，咱们下个视频开吃，看不看这里的？帮我点个赞，谢谢大家朋友们。朋友们，海螺咱要吃大个的啊，英国的啊。哎呀，看没有，完整出壳，怎么样，兄弟们？这一口吃来特别香浓啊！这是黄，不是粑粑，我再声明一下啊，香过，鼓掌，去掉，当然去掉。其实，在我们海边啊，像这种干苦海从来都不去的，去完了还有东西吃的，我们都是原汁原味的啊。看、啊，剩下的啊，来，都是精华啊，哇，太爽了。